姐今天呢，就做一个 unboxing video。很明显，就是要 unbox 这个东西哦。很好奇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哇，很有分量的东西。我那个靓威，开给大家看。 Come on， 想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可是先自我介绍哈，大家好，我是颜美恩。大家知道我是一名电台 DJ， 也是主持人啊，也是有做很多直播，然后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，也是别人的老婆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哪有时间可以运动啊？不运动的朋友，然后又长时间对着电脑的你，是不是跟我一样呢？都有颈项啊、肩膀还有背部酸痛呀？直到我遇见他，亲亲。 就是 M Life 的 Deep Sleep 智能睡眠养生器，现在show大家怎么样安装，其实很简单，它就是床上床的一个东西。然后如果你说你要放在地面上的话，其实也是可以哦。其实看不见是有一个小包包，那小包包打开呢，哈哈，就是他们的这个智能控制器。安装的话极为简单，就这样。 然后开店就可以使用了。M Life 连同日本厂家一起研发全球唯一具备升频、温热、电位一体的智能睡眠养生器，不止帮助睡眠哦，更做到养生保健这回事情，是日本卫生局承认的医疗器材。其实我们人体呢是通电的，所以我们其实是需要充电，而这张睡眠养生器就是帮我们人体 charge 电的一个仪器。第一晚我睡的时候呢，可能是心理作用吧，觉得它好像会到皮肤有点麻麻，被电到的感觉，因为它里面是有这个碳纤维的电位。那第二晚开始呢，哇，我就特别的好睡。那当中我也试了它很多不同的 mode 不同的功能来为大家介绍一下。 当中有五大功能 ，A B C D E， 其实适合所有人。例如 A 的话呢，就是代表 activate， 也就是养生睡眠，自己调节想要的疗程。而 B 呢，就 stands for burn fat， 减脂睡眠，可以消耗多余的热量。C cleanse and circulate， 抗老睡眠，专为有三高或者体弱多病的朋友设计的哦。而 D 呢，就是代表 deep sleep， 顾名思义。 如果你有失眠的问题或者睡眠障碍的话，就要选这个功能喽。至于 E 就是 Enhance Bioelectron 有氧睡眠，也就是适合那些用脑过度的工作者，也适合长期保健使用。那用了7天的我呢，比较明显的那个效果。 就是在肩膀的部分了，因为之前我就很痛，经常要擦薄荷油，那几天我竟然少用薄荷油了。这时候你可能会问我，安全的吗？放心 ，M Life 是获得了多国的医疗品质安全认证，使用的就是无副作用的根本疗法，安全可靠。其实结论就是，只要我们睡得好，我们的身体健康跟精神就会好。 Deep Sleep 智能睡眠养生器，从睡眠中创造健康。M Life， 从睡眠中创造健康。